封印招牌偷转，混打修身 V 灵活跳16吨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Energy。追杀唱跳男团 Energy 暌违21年再度合体重返歌坛，不止新歌打受好评，7月27、28他们将首度公蛋，票更是一开卖就秒杀。但只能说我们有彩蛋，演唱会其实有一些部分我们自己也没有太清楚。就当爸爸啦，就当爸爸，我觉得心境转变很多。我以前其实是比较不会把爱跟心里的话说出口，可能经过了这么多年，然后之前又疫情那几年，然后觉得人生其实有时候当下有的感觉就要说，所以后来我就传了讯息给坤达。可是我是传给他没有电话，因为他没有他的联络方式，我们都没有奶哥的联络方式啊。没有，因为我后来换电话了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跟坤达有加一个软体，所以你也没有找到其他的。他想问的就是我们那时候是不是不好？对，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不好，但现在我们终于好了，对对，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。有失联，有失联啊！讲开吗？对，没讲开，怎么会坐在这里？我底下一直在踢他、啊，他都快淤青了。达哥牵线，奶哥找达哥之后，达哥就约了大家。刚复出的几场演出，五月天邀请的嘉宾，然后后来在小巨蛋红白，然后又大巨蛋。其实有好几次，大家都会就在某一个 moment 下，然后看着旁边是这五个人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感动，大家都曾经有过。之前的影片的画质太差，太差了，真的想要把那些影片洗掉。以前的话是阿迪啦，现在的话还是阿迪。我在这里恳请各位媒体记者，因为我 Google 阿迪，他也只有哭的新闻，可不可以写一些新的？我们给一个新的东西，就阿迪终于这次没哭了。不需要提这个东西，就大家都知道。领头的，领头的，舞蹈担当的，尽量啦，尽量练，跟以前是有差，因为身体劳损受伤了。对对对，我颈椎压到神经啊，比较严重的时候是去年 Mayday 我们要合体演出的，那时候我大概是压到神经，我那时候在 IG 上有放我自己的那个照片，颈椎照片，痛到就是连一公斤的东西都拿不起来，我也是复健，然后现在就慢慢好多，但是不太敢再去做头转嘛，因为你头压在上面，那个现在会有生命危险。对啊，要先以家庭为重。对，上次都在，从那之后其实都固定在复健。对我来讲，再回到这个舞台，再当唱跳歌手，就是拼命去做，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大家一起的梦想，也是我最喜欢的舞台。